要虔诚的祈祷，才能把这一波的疫情快速的送走。用什么方式啊来表达虔诚？要戒慎，戒总是要提高警觉，自恶莫作，总善奉行。过去的时间不断在累积，恶的也在累积，善的也在累积，众生啊通盘汇合起来，行善的人多呢，或者是作恶的人多啊，这样众生共业啦，这样天平呢来衡量一下，总是呢善行善的力道还不够，那贪念造恶的业力不断的累积还是重，比善恶的比善重，善的比恶的轻啊，所以在这样的天平线里啊，的确呢要如何平衡，不只是平衡啊，我们要如何呢净化人心，让人人啊都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不是做不到，要人人发心，接触了真理，他就能分别出了何者是恶，什么是善，善恶分明啊，很自然啊，恶就会人人自我消除。要真正的行善，总是戒慎虔诚，戒慎虔诚呢唯有如数，才能时常提醒自己大哉教义。要教义什么，最重要的就是吃，看看将近80亿人口，每一张口一开口啦，都是吞噬众生命。这个吞噬众生命，就是杀生才吞噬。所以你不吃，他不杀。所以说来，造业的源头是在这一张口，因为口意啊，假如人人啊都能戒口意，那天下呢自然生啊，自然死啊，天下无灾难。灾难有人造的灾难，有气候变迁的灾难，这都是众生造业啊，伤杀动物命数量之多啊，杀业甚重，就会形成了整个生态这种气候的变迁，人心的烦恼无明
恶念，那就会慢慢的累积，就本来就是很单纯的生机，变成了险恶的生态，这就是危机呀！有看到吗？林地不断的砍伐，也不断的烧，这么多年来，人类的意念啊，这样的破坏生机，那么大片的林地，下雨啦，多少多少大树啊，可以吸水。现在呢，水土保持的森林已经砍了这一片大地，用什么来保护它呢？所以呢，很快速啦，就成为水灾，山区里的山崩啦，土石流啦，都会区里呢，也是大淹水啦。可见这样的水土保持已经的功能啦，被人类破坏了啦，不知道还要再几百年呐、啊，人类不要破坏它，才能把这一片林、森林呐、啊，再恢复回来哦。所以呢，人心那样的无明懵懂啊，只是呢一念贪心起，那为了利益，一直一直砍伐效，销毁掉了森林，所以人呐、啊、一直在贸易，说经济发展呐、啊。经济发展的数字是有数字起来，但是数字数字啦，又代表什么呢？总是价值在哪里？所以我会常常跟慈济人说，要好好的盘点自己的生命，生命的价值观啊，把握生命啊。现在似乎又在关心俄乌战争、难民潮啦，虽然离很远，在这个时候天天慈济人在引导，那为那一群苦难人抚慰他们的心，拥抱着他们，还要鼓励他们把握因缘，点滴汇合，这就是呢菩萨招生啊，需要菩萨典范去带他，教他无宗教的分别，发挥爱心付出。你想如何不感动啊？如何不说感恩啊？慈济啊，全球慈济人的爱的能量，所以我感恩，但是呢，又看到了天下呢，这样大自然的灾情，那人心呢、啊，那样的不调和，人祸天灾还是偏多，就会想到，好人无够啦，
力量不够啦，那样的火水分不够，要浇熄啦这一片的着火的森林，要有足够的滑水，要有够的发水啦，才能熄灭人心的意念如火。这贪念很深，那欲念亲像呢火共款，实在是唯有人心改变了。